我叫栗子，作为来观察蓬松科日常的我，任务只有一个，给你们写出我的五棵松观察日记。Hello， 芒果 TV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子枫。一个特别像男生的女生，就是长着一个女生的面孔，其实是一个女汉子的内心，就这样的一个女生。身处月亮岛学校高一六班的我，身边有三位风云人物，因为他们的组合名字乌棵松的谐音是五棵松，所以我们都称他们是五棵松三人组。首先是面冷表情拽的棒球天才乌童。江不同，一开始他俩接近，我先说第一句话。看来中间的友谊赛是白打了。准备，好吧，预备，3、2、1，来吧。不过性格外冷内热的他，兴趣爱好除了打棒球外，还有而帅气与软萌兼备的乌童小哥哥，身边还有一个立志要拿联赛冠军的棒球队队长班小松。唐老师，安卓为什么不给球队拨经费啊？你听谁说的？教我啊！你别听他瞎说啊！我很快就能弄到钱了。好吧，那害我担心。会撒娇的松哥哥私底下真的就是可爱多本人啦。嘣嘣嘣嘣嘣，我们猜呀猜。下的路快来猜呀猜，路边的野花别猜。还有一位就是传闻中坏热内冷的学霸大神乌童的完美搭档尹科。点点，往下走吧。来 ，OK， 来，换场。除了书本和棒球，我们尹科小哥哥还有一个秘密技能呢。说服尹科加入棒球队，班小松也是想尽办法试图感动这位好友呢。走进。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乐色你别跑啊，我中午吃多了有点想吐。哎呀，这次我一定要拿第一名。你就算拿了第一名，他也不会加入棒球队的。当尹科被打动最终加入棒球队后，他们的训练计划却又被身为鲜肉明星的玉峰同学给打乱了。这位总爱黏着尹科小哥哥的男生让乌童和班小松有了小伙伴要被抢走的危机感惹。尹科，你太有后悔了，为什么有后悔？你们看这门粉丝太多了，这么多人啊，那我们来去后面。走吧走吧，走这边这边。不过铁打的三人团体能说散就散，当五棵松三个人站在棒球场上齐心协力为小熊棒球队努力的时候，他们就是并肩成王的最好代名词啦。这有多少座啊？果然少，本来是有办法的，但看你的态度算了。哎，你最聪明了。虽然三振出局让投手显得非常厉害，但是投手的任务从来都不是三振出局，而是让击球手出局。而且想让他出局的不止你一个人，还有身后那项呢。对，还有我们。我偷偷观察他们的事情被发现啦！如果没有下一期观察日记，请记得去五棵松家里找我啊！啊啊啊！没在这里，就完了吗？恭喜你发现彩蛋一枚，地主家的天福宝。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叹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